我儿与顾侍郎本就有婚约，本宫本想着呢，成全了这门好事儿，虚拟合理。但是我儿为你求情，说你和顾侍郎患难夫妻，甘为平妻，本宫啊就应了。还不快谢恩！ 惠太后，宁父不愿意。放肆！宁父的心意，不敢欺瞒太后。顾九思，是宁父的结发丈夫。宁父不愿和任何人分享。你竟敢口出狂言，顶撞禁中。行吧，那你就跪在这儿，清醒清醒吧。 刘玉茹，你以为你这样惺惺作态就能证明你跟九思哥哥之间的情比金坚，就能阻碍这门婚事？我原本还想着你是个聪明人，想着你该是九思哥哥的一大助理，没想到你竟愚蠢到如此地步。你知不知道，现在顾九思前途无量的阻碍只有你。公主乃金枝玉叶。 有太后照拂，若九思成了驸马，是她的福气，日后在官场上也会一路顺遂。但明父就是不愿意。顾九思是明父的丈夫，是我深爱之人，我心中有他，亦希望顾九思的心里，他的身边，永永远远。 只有我柳玉如一人，你不知好歹。谁想嫁给顾九思，便要从我的命上踏过去。